日本球磨烧灼有句名言，好米、好水、好人，亦都是好的烧灼必备三个条件。而在烧酒博物馆《白鹅传承座》，可以了解烧酒的制作过程和它的历史传承，而且费用全面。哇，你看连这些 N 年前的广告都有得看。讲多无谓，有得试饮最实际。即场就有七种白鹅烧灼和两种梅酒可以饮试。对于我这种饮啤酒都会醉的人来讲呢，细细地搣一搣就算了。白色那个白鹅是最好饮的，就是这个。试啱边款仲可以即场买，价钱就会比外面坊间便宜一点的。一份属于大米的匠人精神，就一定要去米米总门看看了。是以当地店家以米为主题展开的观光行程，收费就600日，导游会带大家参观185年历史的曲屋。明治时代开业的酿酒厂、寺庙等，参观途中还可以试饮金酒、日本酒。但不懂饮酒是会被人笑的。最后还可以到鲜贝工房亲身试下整鲜贝，整个行程充实到爆的。